还能再呆一点儿？哎，有时候六真的是蛮好笑的，蛮好笑的。别说话啊，别叫。啊，真有！干啥呀？喂，快跑棚里，快跑棚里，快出来！哎呦！六荣登小屋抓虫大使，他还蛮搞笑的。你说说你，你说说，走吧。哎呀妈呀！还被撞倒了，磕死我了！放放放放放！哎呀！哈喽哈喽，来了。整出去了。Are you OK？ 没有，整出去了，磕着我脚了。磕哪儿了？没事没事。来吧，一手交任务，一手交货。哇哦！我已经拿个纸，已经给他解决了。这是你刚才撞的？这是我被蚊子叮的，就刚刚吗？对啊，二连击。哎，这个是点不？我亲爱我的朋友，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滚。你滚勤几天，你只要滚不动，滚不了动。我有好多五笔地，我明天回家给你拿一个。没事。走啊，走啊。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妈呀！没了，没了，我给他扔楼下了。喂猫去不？走啊，走啊。秋秋，嗨，哎，上面的朋友，嗯，秋秋要回来咯。你们去哪个地方呢？洋洋真可爱。我们去了外滩滨江洗浴中心，洗浴中心洗了个脚。外滩滨江有洗浴中心的？对呀、啊，高端的。到了。我要去看一下子，我去看一下子，看他们是干什么回来的玩。嗯，根源，他的根源也来了。这是谁呀、啊、？Hello。并没有在跟我们两个打招呼。哎，跟我们也打个招呼呀、啊、你怎么不下来迎接我们？我们在外头迎接你们。我不是人吗？他还蛮可爱啊。